哎，我们要是长翅膀的话，这活一分钟就干完了。哎，为什么我不长翅膀呢？新年新愿望，长一双翅膀。我想飞呀。为什么我没有翅膀？我有翅膀就好了。我要是有翅膀的话，我就能飞了。飞的不干活都不累了。哎，你知道这有多高吗？这有快3米呢。我要长这么高，我就不应该在这儿，我应该在艺人研究院。再往下，再往下，再往下。西哥，嗯，给我点绳。绳？绳。缠我的上面吧。你头在哪儿？头这儿。头是这个。哎，这个。绳呢？哎，算了，你拿这个。再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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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根，下一根，再下。OK。陆远，不是，那个卓远，哎，你包里的再给我点卡子呗。你刚叫我啥？我刚叫错。你把卓远念十遍。卓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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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远。陆远，我想叫你俩，叫错了。哎，纯粹对不过来这。对，这才不对称的头啊。管设计的问题。那换根管能不能？这个设计师到底怎么想的？换那根管吧，就是这根管。设计师老师，你到底怎么打的孔啊？你能不能把它打得准一点啊？你打不准是会扣你工资吗？啊！烦死了！别出来干活了，真是的！回家吃饭吧你。来来来，换根管，换根管，快出来了！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设计师老师，你能不能哎呀长点心啊，你打这个眼到底是干啥的嘞？是让我们透过猫眼看世界了吗？为什么就不能设计个可以让我们把螺丝打进去的孔呢？这么高咋搞啊？这槽咋出啊？得拔吧。这大肠结梗咋整啊？拔了一波又一波啊，烦死了！走，我们去把这个结梗想办法除了呗。咱俩拿那个机器吗？试一下呗，趁员工没回来，赶紧先试一下。如果失败了，至少不会被骂弱智了。直道吧，应该是直道能到就行了。好嘞，直道就行了，再不就这么整。不是不是不是，怎么可能啊？哎，天，我能到。要不来帮他们一下吧？不，不用，我们可以。哎，不行，帮一下吧，谢谢。年轻人就要及时止损。这是，你背上我给你拉吧，哥。得互相拉是吧？应该是互相拉，跟你刀片。啊？等一下啊，你再踹一下。OK。哎，你关了是吧？没有。你再试一下呢。哎，不能摁这个啊！
他是不是得遇到草才行啊？不是吧，不可能吧，那没有这么高科技吧。你看我摁一下啊，他熄火了，我摁一摁这儿就熄火了。你慢点了，你慢慢摁的。我慢慢摁他，慢。试一下。走。慢慢轻轻捏，就跟那个捏油门一样，慢慢往上。有点爽啊，这个。好牛啊！好牛啊！哦。哦，坏了！啊，没了，腿不要了吧？把腿炫了。大哥，帮我锯一下个。挖腿锯了、哎。你别过来，你别过来，这块是锯线。哥，你千万别按啊！你按我就没了。哎，那 OK， OK， 谢谢你。别跟我客气啊！小西，两个管中间要连吗？要连，要拿一个铁片子连。铁片螺丝要吗？螺丝不需要。拿那个带动的那个铁片。找到了。周元。哎，所有的卡子都在我这儿，你要不够你直接找我拿。好，这不用钉，现在就差那个扣跟这个扣了，就两边这个边起的扣是吧？那我们就现在就可以这样，拿个钻头把它钻个孔，然后直接搭钉子，连那个按钮，好吧？我去拿个钻头。西哥，西哥，哎，整什么呢？弄大棚呢。啊，螺丝钉，哪个是可以钻的钻头啊？我在地里。你要什么样？你要梅花的还是六角的？他要钻一个孔。你要梅花六角？哎呀，我也不知道，我都拿过去吧。然后你们手里还有这种长螺丝吗？哪种螺丝？这个，我手里没有。卓岩那边不知道有没有，我问他一下。我马上过来，就两个，我们固定马上过来了。哥。啊，帮个忙来，最后一个了，完了，走了，少个螺帽，瞬间就没了，都怪陆卓偷我个螺帽。卓哥，哎，你刚偷的螺帽呢？啊？你偷的螺帽呢？偷的螺帽？对。吓我一跳，元哥，终于把他螺帽偷了。我现在唱个螺帽，我们这边就收工了。我给你去岸上拿吧。给我们的菜立一个牌子，雪里青。种植时间，哒哒哒哒哒哒。啊！啊！裂了！哎呦，裂开了呀！我就说我在干一件很蠢的事情嘛，但我怎么意识不到哪里蠢？哎呦喂，妈呀，嘿嘿！哎呀，没事，可以补救。
可以补救。没事，可以救，可以救，有机会。啊？为什么他动不了呢？他不是坏了吧？有了，这不就恢复如初了吗？哎，这次就没事了。哎 ，nice， 哎，天才，这个就叫做天才。还有谁？这么有聪慧的大脑，种地大聪明。哎，雪里青，哎，合影留张念。哎，看。我们的这个牌子做好了，雪里青承载着我们新年的第一撒，第一批种子，第一批蔬菜。酷，一会儿见，拜拜。嗯。上爱奇艺观看《种地吧》追更日历，每天精彩片段响不停。哎呦呦，可以啊，劲儿挺大，小伙子。好饿呀，搞点饭过来。我同意。他们昨天不是买了那鸡腿吗？算了算了。行，我就把鸡腿送到你们嘴里呗。我去。哎，就等你这句话呢。请问一下，我们昨天在吃……哦，在这儿。挺有意境的啊、哦，坐着吃饭。两个鸡翅，一个鸡腿，一个猪蹄。我想吃腿子，随便随便，蹄给你。穿着最帅的工装，在这啃着最棒的猪蹄。我上去吧，上去，我上去抬着。你上去干嘛？我把师傅抬着。师傅，我帮你抬着。师傅，这手放了就行，我腿伸在这。我去摊上面是吧？
看帽子。焊机，嘿，打不起来火，嘿，好了，你们不要上了，好了。好，我们先搬吧。我们先往上搬了啊，一博，一、二、走，一、二、三，对，后面得，后面慢点，慢点。好，推。等一下，等我一下，小哥，你在那吃不上劲儿，可以。好，把这块对齐。好。好，这原来个位置行。咋还坐下了？啊！我感觉我这样能像个猴子。哎，不行，快！卓源，我们直接放最前面，全搬下来，然后卓源往里搬。从这里，卓源，哎，大家直接从这里接，从我这接。先把这些卸下来，然后我们再一块往里搬。多少玫瑰啊？4000。其实我有个想法，但我需要一个门。直接搬进去，你确定、啊？这么快呀、啊？你们一栏搬进去，直接钻到最里面了，不用踢来踢去，踢来踢去。那你试试啊，我放吧。是你刚做的？对，我量刚做的。我量的确实。来，我们先试一下。
装满吧，你可以吗？我装满，我觉得也问题不大。来吧，放满吧，反正就那么几个了。一二三走，我去，真的，一二三走，哇，不能放满，不能放满，太重了。又往下抬，好了好了好了。一二三走。我觉得那个在里面用吧，别在外面用了。我说实话，这个太累了。嗯，还是用手搬吧。上爱奇艺观看《种地吧追更日历》，每天精彩片段响不停。爱奇艺。墩墩。你刚弄的吗？对啊，我要拍个视频。来，我给你拍，我给你拍。等会儿，我先揉起来。喂，喂，有了，很唯美，很唯美。哦，这底下没固定。我本来转了动，但没想到麻绳这么粗，无所谓了。你再弄大点呗，就打四个这个眼儿，就能串把绳串了。它会不会飞出去？不会不会。你两个手扶着板子，不然它会掉下来。好，好，哇，坐上去就好了。哇！它不是很听话。我现在是转着圈晃，不是，你怎么是画八字形啊？是不是踩着会晃起来更牛？嗯，慢点啊，你慢点啊。这板不怕脆吧？不会。我推推你。可以。你抓好，你把这两个抓好，抓好啊。不行不行，这个起不来，起不来，等一下我下不来了。哎呦，等会儿我不敢放，等会儿你放，你脚都着地了。为什么？哎呀，我如果放了，他那个他手会滑。这能给我的鸡玩？给你的鸡玩。羊圈计划弄哪儿？给我画一下呗，大概踩一下。拿那个石灰粉。你靠这边是吧？靠这边呗，鸡在那边呗。我想着鸡贴那边，然后就在中间。我算一下。好，五十只羊，六十平的睡觉的地方，然后100平的他们出来晃的地方，活动的地方。也就是160的话就是10×16，对吧？对。那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到这儿，这是10米，有点歪啊，看着你画歪了。歪吗？还行，就你吃这一片儿，给他画这一片儿就行。有点歪。然后再往那边是吧？10×16是吧？一、三、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再往外点有点斜了。算了，你有点太往外了吧。
画波浪吗？可以，在这睡觉，在这睡觉，在这散步。散步的是不是要太小了？哦，感觉有点抠抠搜搜的，散步有点小，我也觉得。睡觉反正够了吧？五十只羊，差不多。十只羊，五十只羊，够了吧？你看一个羊就这么大吧？一只羊多大？这么大。哦，你再往后面，这是一只。对，两只。你要比划五十只啊？你是不是在玩我？这个真的太像小学的那个，你们操场也是这种吗？是的，土操场。哎，是找那老哥定是吧？对，哥，我们还想再定点，因为还有个棚得搭，可能还得再定点罐。还有个羊圈。大概要多大？十乘六的。十乘六。对。你是这样的棚子吗？对。那多高呢？差不多就这么高。这是两米的是吧？这两米四。两米就够了。对。那就是你不需要住这么高，哦、但是这中间上面凉啊，中间还要加柱子。哦，中间得给它十米得加，必须要加。行，反正我是十乘六，哥，你帮我定一下那个材料的。可以。可以。嗯嗯。但咱们到时候干的时候，也是工人能帮忙一块干是吧？你要是干的话，你需要啊。你需要，比如需要支援援助的话，对，可以，好，安排好。主要师傅带着我们干，可以，我们也对。就是你大概准备什么时候动手？越快越好。明天基本上我们就开工了。好，辛苦哥。啊，没事，好嘞。我先把这个料先下。谢谢哥。好嘞，好。好。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的，六根，那个一到两根是吧？这来一个，还有一个。这里还有一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上口线，这个线在这上口的。哦，看不到了。这里有一个，明天，明天把它们正好这里里面有一个。但是这个放在那里去，那是一面一面二的嘛，一面二一面八两米四吧。来，小何，先搬一下这个。我这边先上啊。我上了。啊！你再出去一点。推。墩墩，你那扶一下，让它转。哦，对。中间，对，中间。好，等一下，个子不够高啊。哎呦。我怎么感觉，等，这杆怎么？这杆怎么一个高一个低啊？没有啊，都是七十，它地不平。不是，你看这杆这么高，这杆这么低。哎呀，那就小羊区，大羊区。哦，太聪明了，CEO 太聪明了。小羊放那边对吧？好，那这就是小羊，这是我们特意的设计。对，我们考虑到了每只羊的体型不同，所以给它们划分了区域。哎呀，牛，太牛了！现在撒谎都不带眨眼的。哎，这把确实低很多。小羊区吗？不是，这个高低没办法找补。哎呦，你说整个的高低？这把整体斜了，是眼睛有问题吧？应该是我们的眼睛的问题。
没事，我觉得就要不这样，就是那个雨水全部都落到这边，就不用往这个角落，就是它、哦、设计的，对吧？设计的、哦、对吧？正好落到那边，对对对对对，这样就不会让我们的田有水。哦，对对对，忘了当时有这个设计。对对，就是这个设计。哇哇，我们怎么这么聪明啊？忘了，对，雨水要向后嘛。上爱奇艺观看中迪吧追更日历，每天精彩片段想不停。爱奇艺。咋开这玩意？找一个那个片可以开，你拿那个角把它撬出来就好了。是浅灰色，是白色呀，浅灰白，好吧，白白，这一点灰色的意思都没有，我感觉。哥，你手动搅拌，手动搅拌。不行啊，还是得用电锤啊，这玩意儿手脚哪儿搅开啊。这种也行，你试试。开玩笑呢，是有点难哎。
哎呀，这个好推多了，这个。人家打扫清洁，看不清楚，能行不？这边得站上去吧，来。哎，你小心啊！帮我扶一下呗，小童。哎，好。哎呦！真把自己当蜘蛛侠了。这多大蜘蛛啊，这个网啊，那不成精了。不是真的有只蜘蛛，你看，真有蜘蛛，你看看啊，那黑色的啊，看到吗？你退后一些，能吃吗？别跟个神经。你咱们盯着他，往里戳。你这，我感觉你在期待点什么。千万别掉下来啊！掉下来我就一个人住宿舍了，那样我就很开心了。你的微笑已经掩饰不住了。移到这边，来，把这个脚手架移过去，来帮忙。什么？来，直接抬。哎，别！来，直接抬。别，真的别，我会死的。哎，没事儿，哥，你直接跳就行。跳咋行啊？我给你演示一下。别显得好像我畏手畏脚一样。没事，死不了。呜。哎，怎么到不了脚呢？没事，你直接跳呀，没事。这么多很高吗？不，这还高啊！哎呀！哎呀，看我这落地就知道。蜘蛛侠是吗？你要不要试一下？啊、动高空作业？没有啊，从下面的。来试一下。那下面我试一下吧。就把这个掰平，然后它就出了，大概，然后大概往上掰就是关，然后大概距离就是这个距离，然后这么均匀的、匀速的这么喷，厚了，左右这么晃，厚了，好了，喷均匀。左边啊，停留太长了，它就厚了，看见没？厚了它就往下掉，一定要匀速的往左右这么移。那没了，关了，没了。哎，对。哦，这不几下就没了吗？很快。哥，真的，你帮我用你伟大的人脉，有没有那种高级的？你像这种玩意几下就没了，又慢，时间就是金钱呀。
喂，往上掰呀、啊！这小，来给我来一桶。浩哥，哎，没好事儿。拿瓶水，喝一口，渴死了。能不能弄了先？叫浩哥没好事儿。有好事儿吗？好事儿都想着浩哥呢。好渴。你是觉得我用盐做的吗？用什么？你是觉得我用盐做的吗？用盐。对啊。柴米油盐的盐，你是觉得好了？你很忙，嗯、快点，我要渴死了。他装了一半。咋站不上去呢？可以了，不用管它了，一会儿它干了再弄它。看着是它是这么倒，你给它往上倒，然后这样推上去嘛，它不就上来了，然后这样那给它砸了。这里是跟这里平行的，跟这样像这样平行，然后你给它摁住，然后你这样一拖上去，直接往上推，我就站住了。来试一下，对，这样推上去，看你顺手啊、嗯。你这个可以赢他一下呗，跟他赢。对对对，是吧？就来回这么倒，不几下就没了吗？不不不，他你不用倒太多下，就是倒着这样就可以了。看到没？他倒出有这个水印儿，它就有粘性了。左手给它抵平，对，给平行，没平行。你看，往上推，往上推。对 ，OK。这个也往上走，往上走，对。OK， 往上推，往上推，对，咋贴不上去啊？这太难看了吧！咋总掉呢？这玩意太厚了呀！来，我来。
这不等于把我推倒重来吗？太厚了，你这个，你都已经推出来这么多了，现在才是这个，来我来，正常的那个高度。好了，等会儿，放你放手。OK， 这边，脚下等它干了再补吧，先拿干一会儿，不然一会儿又掉了。上爱奇艺观看中迪吧追更日历，每天精彩片段想不停。师傅，师傅，我们做完这两根下面管以后，就是做这个门头了，对吧？哎，你上面还能还两根那个两根管，我们也能也要弄。哎，吊上去啊！也要拉上去。吊上去，拉完以后拉这个是吧？你做这个啊？做这个，这杆是上面还有螺丝，直接插进去就行了，对吧？哎，我能进去看一下吗？那师傅能带我看一下吗？我看一下我哪个步骤还没学，主要有点想。第四根杆嘛，一二三四，第五根杆。帮帮正在那里套入去，这个移过来就好了。再正啊，斜插它下去了。斜插的要注意要打洞吗？不要打洞的。这不要打洞，直接插就行了。几公分的插下去，这个十来公分插下去就好了。看看后面。这个怎么就是卷手卷膜就怎么弄啊？是手卷膜，我想学一下。有个黑卡子。师傅，这个需要打洞吗？这个你榔头打得下去，榔头。这要打洞。嗯。这个它本身有洞的。有洞。哎，马给我看晕了，这个我。好多步骤我们没有做呀，感觉是吧？是不多嘞，不知多嘞，这一下还记不住这么多的步骤。我现在要拿个本记，拿个笔要记一下，不是手机记一下。压磨线这得学一下，你看就这个了，这压磨线，这就是压磨线吧？你看到了啊、看一下做门，对，看一下师傅做门。师傅，我有个问题，咱这个膜上它怎么卷起来的？你拿个绳怎么卷的？怎么拉的？哪个绳？我看你们膜上拉的绳是咋拉的？这我真不知道。这个是膜，红色的是膜。往下来，放下去，三圈，啊、哦，三圈了啊、哦，在下面不是还有一个这个东西啊，在这套进去，套进去，再把拉这个拉起来，好，简单不简单？脑子学会了，脑子学会了，手没学会。师傅，一会儿留个联系方式，一会儿有活找我们。有大工程找你们，找我们。哎，有大工程找你们。对，我们限定，六月份之后不接活了，六月份你还能接一接。有大工程再找你。行，赚钱那种活接。行，师傅，你们车那边是吧？我车那边，我们走。行，麻烦了。我们走了啊。辛苦了，师傅，再见。师傅，我加您一个微信吧，我之后我万一比如说哪个有问题，我想到时候跟您聊一下。我们来弄。然后咱俩先搞吧，来，我来看，敲完之后咱们又得拉线，拉线，然后把两边找平。你现在看，然后我来移。嗯，南棍敲的。先来校正啊，调整。往右。OK， 再往右。再往右。OK， 下一个可以了。下一个，
我怎么觉得很明显的它偏了呢？是吧？好，那再往上，往上，往上，主要往上拉两遍。哦，我这个角度只能看到这里。这里你能不能？是高了，高了，高了。往上拉一点。OK，OK、okay, okay。往下，往下，往下。再往下，往下。往，嗯。再往下是吧？对，往下。啊。OK， 那就下一个，下一个。小姐姐弄完了是吧？跟那帽子里面拿两个螺丝钉吗？螺丝钉，你要什么？就是这个螺丝钉。对，短的这个。短的，我去拿。啊！螺丝钉。啊啊啊！我今天感觉仿佛在马拉松一样，铁人三项。这个不？呀，短的，那个给卓远。那先对上你那个对吧？对，这给卓远是吧？对，好。哎，他俩去那边了。卓远在你背后呢。啊？卓远在你背后呢。啊，看错人了。啊。切切切！等等。OK， 我上去。猴掌一下啊！哎呀，好，七哥。你扶一下啊！给我一根就行。陨石是如何精准的落到陨石坑里？是我咱俩有代沟了吗？我怎么听不懂？行吧。哥，你九几的呀？我99年的。我04的也不至于吗？啥意思？什么呀？掉到陨石坑？陨石是如何精准的掉到陨石坑里的？啊？为什么？为什么呀？为什么？为什么？我是问你。不是先有陨石砸到地上，然后才会有坑的吗？但它落到陨石坑里了，精准的落到。原来有坑，然后落上去了。是吗？不应该是它，然后砸到地上有一个坑了吗？所以叫陨石坑吗？是这样子的。所以它是砸之前先挑了个地儿，挑好有坑，然后进去了。对啊。可以。那咱再小心，咱后面是厕所哈。那有三个坑。回来了，兄弟们！你没事儿吧？弟弟，你变了，你再也不是那可爱的弟弟了。什么意思？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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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碎的机票代表我的心。那蜘蛛网你不得弄下来啊？那叫被搭配上。多炫酷啊！弄它干嘛呀？要弄下来？嗯。能行不？这边得站上去吧，来，看我的，什么叫真正的实力派？
多大蜘蛛啊，这个网啊！啊，成精了！不是真的有只蜘蛛，你看，看到吗？这还不是蜘蛛？是没见过蜘蛛咋了？哪有猪？我看看，啊，这儿有蜘蛛啊，这儿有蜘蛛，还有蜘蛛，这儿有蜘蛛，还那儿有蜘蛛，这儿有蜘蛛，公主啊。这题是弄来干嘛？这炮台用来瞭望，上去看看，走。愚蠢的人类，被我统治的世界，虽然没有人之变。哪个是我的来着？这个是我的，掉色了，怎么掉色了呢？也还有翅膀，不错不错。哎哥，你扔上来。别整，你接不住的。能接得住啊。你接不住怎么办？我接得住。你接不住怎么办？那是你扔不准吧。哎，再来。你扔准了点。哎呦。哎呦，你喂。哎哎哎哎哎。都怪你，不是你没有认准啊！找点劈柴，可以，这些就够咱烧了。这也不用劈那么深，明天再来喝这个。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拜拜。把火升起来，咱那个饭就开始宣布开始了。哦。咱俩先烤俩试试。行行吗？可以塞进里边。哎，咱俩是不是犯了一个错误呀？啥错误？咱俩把它扔里边，咱俩咋把它捞出来呀？没事哥，你别安慰我的。没事哥，你拿也行。你别整一个半小时，最后整出仨地瓜，你六个地瓜，六个地瓜，在这儿整个大锅，像模像样的，偷偷在下面烤地瓜玩，你说你这，师傅，这些水缠到哪儿啊？水全部扫掉，扫到外面就行，是吧？好，好。先刷这边，这边，这边为什么要直接就是撒上去？越泡浆啊，越泡浆，不发力了，它就会变干了。拿个铲子去。干活果然不一样，是
好嘞，走。呀呀，为什么？显得这袋好像特别重一样。哎呦，哥你来了，是不是男人？不是。我真不行，我唱歌难听上过热搜啊，每个次难听我感觉都是送给我的。我之前在家天天练，一练练六七八个小时。嚯，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唱歌天赋的？小时候。小时候就。哎，旅游你们打算，你们要多少投资呀？不是，现在旅游要和这个基建挂钩。来，基建的，坐坐坐。这个旅游绝对相信我是个大头，听听吧，听听吧，听听吧。哥哥，我还是想的话，就是人有钱之后啊，还是应该做做公益啥的。做做公益，咱们这个项目赚钱了，可以出去使劲做公益。哎，来了，拿着本子来了。哎，看基建也像个做事的人，有本。这个基建啊，我们主打的是文化产业。这个文化是指什么呀？行了，咱们这个项目什么时候上市？你现在这个全国整个这个商业模式什么最赚钱？先把文化做起来，然后这些农副产品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玫瑰啊，都可以和我们的文化相关联啊。对。然后呢？道理没错。首先呢，从最基本的这个基建开始，我们这个院肯定要设计我们自己独特的这种特色啊啊，必然。然后呢，咱这边呢，我这是我们设计的。重点把上面 IP， 从 IP 开始聊啊，我们不是基建吗 ？IP， 然后呢，就我们会把这几个元素添到我们这整个院子里，比如说有在屋顶上的，有在地里的呀，或者怎么样，把我们这几个 IP 带动起来。IP 呢，一旦做起来了以后，周边产品是不是就可以衍生出来了？咱问点具体的嘛，因为文创这一块确实我俩也不懂，我俩也不是文化产业的。那太好了呀，就是种出来的。咋吧？就这一块，我想问问你这个生产。销售就是那个，我俩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立马给你2万块钱，你拿2万块钱干啥？干啥？对，就是先打板，打板费用，然后打板啥意思？就要做模板，因为我之前自己做过玩具啊，对，放这儿的吗？放这儿的啊，对，就是比如说打板费用可能几百块钱或者小几千都会有，不是你就会做几个人放在这儿是吗？啊，对，可以有一比一的等人放在院子里，然后作为我们一个文化的标志。嗯，然后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小钥匙扣啊，或者一些小的，不是钥匙扣就是另外一笔钱了吗？对啊，就可以放到比如说我们后面他们那些菜弄出来，我们要做成礼盒啊，或者是有一些那些花啊什么的，我们都可以附送一些东西，这样它整体价值不就上升了吗？哎，但是这个你比如说你给那个玫瑰花小钥匙扣你收钱吗？它玫瑰花比如说一束5块钱，但我们比如说加了一些挂饰或怎么样，它是不是15-20啊？那比如说这个钱你能挣到吗？可以啊，我们是一个整体嘛。但是我们谈是分开谈呀，但是衍生出来的价值也不能我们那边投了之后那再投不投到你这边呀。不，你想哥，就是我们这边把这个东西给他们，他们那边卖的钱这不也多了吗？你们这边不也赚的多了吗？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呀。哥，我咋有点迷了呢？我也有点迷。这个人有点东西，这个人，有点东西，是不是哥？因为你咱是投入一整个产业链嘛，对不对？咱俩得开个会，咱俩得，我俩商量，别着急。我们篮球架准备买一个。篮球架不用买。我再给你们焊一个，我再再不是，我觉得要不然这样吧，这个项目呢，我们也不投了，但是你们呢，不是这样，就你们需要什么刷墙啊，或者是做什么小人什么之类的，我们赞助点钱，我们赞助啊，那可以赞助，那个篮球架好一点在9000多块钱。你们要这么好的看呀？这个昨天打的不带劲吗？那你想，整个院等着，如果要接待外客啊，或者来宾啊，不是，这是特色，一个篮球架要9000块钱，9000。不用，行，去掉这个篮球架这个项目，卡了。那咱们换一个一般点4000多块钱的可以吗？
就换篮球架。啊、这不是不是我这样吧，因为我也看着你那个绘画才能非常那啥，你就这些东西到时候咱涂上漆画上画，要花多少钱？两三千啊。那我就觉得这个好像能挺好看的，我们就纯赞助，就赞助这个项目。赞助三千块钱啊，赞助三千块钱，赞助三千块钱，就是你要保证把这些全部画好。对，那篮球架考不考虑给我们来一个？篮球架我到时候就那个去给你再拧拧那个螺丝，我也是个人赞助啊，不收费。我们打篮球的素材都给你们，你们可以。我们要素材干什么？我们要钱，你素材给我们干什么？进攻 ，power， 真不错。来呀、啊，小妹有虐了吗？来击剑组，来击剑组第一届，第一届篮球杯，篮球杯，开始吧。哎呦，这地好滑呀！哎，哎呦，好球！好，一比零，一比零，一比零，行，结束了，他们。哎，盖他，盖他！好球！一比一，一比一，这板不能撞墙打了。三分，第几啊？四比一，四比一。逗我的，玩呢。真的别秀了，完了。给点，给点对抗。四比一，快，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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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是我。哎哎哎，我这边看你好。哎呀，哎呀，这三不沾吧，没进。进没进？进了呀。三不沾？进了。三不沾？进了。到底进没进？下面的三不沾。行，送你们，送你们，来，给他们了，没事，铲进去啊。好球，大手。哎，给我撞死！六比二，六比二。好，好球，六比三。再放你们一个吧。这不是三分吗？三分，三分，对，走。呜，六比五，不能让了，咱不能让了，咱不能让了。别上啊！要不有点嚣张，这几个人。交给我吧，上去防他弟。哇、哦！让他们一局。哎，我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你们先玩，我先回内蒙了。拜拜。我回重庆了。来，看你进几球。差点意思啊、哦。好球，来打几球啊！Steph Curry， 哎呦我天，你直接还没急着给我往下打。好球，结束这场战斗吧。好，快点。Tomorrow, the same time. 上爱奇艺观看中迪吧追更日历。
哎呦，他瞪你，他是这么走路的，他是这么走路，他头先伸过去，然后人再过，这样走路，他能看出来啥东西能吃哦，嗯，还挺神奇的。你说他知不知道那有个门啊？问得好。哎，他现在一个脚嘞，一个脚立着呢。金鸡独立。他有点慌。你活不过今晚了。他咋不动啊？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哒，咕咕哒，咕咕哒。鸡怎么叫的？就是这么叫的。没研究过，他们也有方言吧？应该。哦，你说的有道理。鸡呢？跑不了。我的鸡呢？兄弟 ，bro， 兄弟。我的鸡呢？啊，我的鸡丢了。我就说早点把它吃了吧，它迟早有一天会丢的。我是在屋里吗？在这儿。在这儿呢。你动不动？啊，太好了。我视角盲区啊。这鸡进羊圈了，它是一只有梦想的鸡，想做一只羊。回你鸡窝去，去，回鸡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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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哎，弄我的嘴。嘿嘿嘿，换里边吧。给我吃，喝，年前再长五斤肉。走了，兄弟。我把板拿过来，这儿呢。你肚子吧？啊。哎，快点上！这个面放在里面。哦，我是想知道哪面比较好上漆，就是我上那个颜色是吧？稻草漆，就像黄泥一样那种漆。把这个毛面放在外面。哦，我也感觉这个毛面比较好铺吧。那你嗯，把那光面放在里面。对，这比较好粘。对，啊。要不还得上底漆呢。把这个开到下面。好。哎。哎，把这个，这个这样上。可以了，可以了。这个打一共打三个进去，上面一共下来。看着挺轻松的，但其实很累。对，我昨天在下面弄了一身汗了，我以为特别轻松，打个螺丝跟打了一身汗，不好弄，不好弄，得使劲儿。慢点儿！你们今天是要把所有的围板都弄好是吧？对，哦，哎呦！
歇会儿。初具规模。师傅，我试试呗，我试试，就把这抵住这么宽，就一直这么宽。这个线口，对着那个线走。好。快速的切，快速的切，可以。哇！去你的啊！你再扶那边，可以了。哎呦！我重画一下，重画一下。接上就行。嚯啊！你这线画的，好，可以了。你在这画彩虹桥呢，我去。你真能阴阳怪气，我发现了，你就是天天阴阳怪气我。天天阴阳怪气。哇，画的可以啊，画了个桥。哎，我感受一下，这个。就不管不顾一切往上锯就行了，是吧？就管那管，得对准线，对准我的彩虹桥。对线，这边左边那条线。哎呦呦！哦嚯，这么快呢？师傅您放心吧，我们搭成这样，我们出去是不会说您是我们师傅的，要不给您丢人了。谢谢您，耽误您时间了。啊？没耽误我时间啊？耽误师傅时间了。耽误你时间了，我跟你那么客气干嘛？上爱奇艺观看中迪吧追更日历，每天精彩片段想不停。等一下，你过来，你先过来点，过来点。往哪？歪了。往哪？往这边。不是，你从这边往过这边抬，梯子歪的。我知道，就是不想帮你帮忙。上去听不懂话了，怎么？上面信号不好是不是？啊。三二一。啊！我的妈呀！我的妈呀！哎。少熙，你可以往后稍一点点。对，好了，来，熙爷，你让我扶吧，你来搭。好。自由女神。好，我换自由女神了。一二，中间隔了两根。又想住了几个腰，我像不像孙悟空？你像孙悟空的那个。你像六耳猕猴。你像六耳猕猴。六耳猕猴是谁？别动，我要这样往过走，这样放在那儿不轻松点吗？跟拿警棍。三根。呆子，啊！我叫你呆子，你还硬是吧？我没听清他叫我啥了。
我能听那个啥意思。您的元气森林外卖到了。是零糖零脂零卡无负担的吗？哎呦，哇，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哇，这一锤子肯定。少熙，你能接住吗？能。你接不住怎么别动？你要接不住呢？接不住我是狗，但得扔到我这个位置啊。你是啥来着？OK。扶一下元哥。我想上厕所。哎哎哎，慢点慢点。杆子没事吧？我怕杆拉坏了。我们必拉杆一会儿。什么意思？少熙还没杆重要了？走吧，上去吧。抬过去还不行，还没，中间还没弄呢。我这是放那儿。对啊，中间把它弄了，他拿环去了。想上去休息一休休。你修吧，在这只能休会儿。我和赵熙把这中间补了。你先抬过来吧，这个。中间。聋了，把抬过来。你就跟听不见话、啊。往前走。干啥呢？疯了！往前走，往前抬，劈开。好，这样你要是能摔，我跟你讲，我别混了。这必然不能摔。一根儿，两根儿，三根儿，四根儿，五根儿，六根儿，七根儿，还有七根儿。七根儿。这个大棚不过如此嘛，我们下次盖玻璃大棚吧。联动大棚。联动大棚会难盖。我觉得可以盖玻璃大棚。增加点难度是吧？嗯。元哥，哎，好，能拿个锯子吗？啊？锯子。锯子。下一个，下一个，哪一个？等一下，哥。哦，石头，这两根就是要锯的那两根，先锯这根。来了。你从那儿，从那儿，啊，没有。今天能搞完吗？啊，今天能搞完吗？今天必须得搞完啊。能不能搞完取决于谁呢？取决于少熙。这个取决于你俩能不能搞完。我是个废物。跟你不是，跟你要比废物好多了。你顶天算个摆设吧。
你不会一个扣都没扣过吧？我没扣过这个。哇，别扣了吧，扶我一下吧。你放那儿吧，我扣吧。你扣俩小时，你扣不进来。我扣吧，一会儿我先把这切了。扶这个，我扶的呀。扶这个，我在扶的呀。这个，在扶的呀。这个，这不是在扶的吗？这儿，你让我过去扶啊？你不早说你要扶这根儿？就这儿。对啊，往上抬一下。上爱奇艺观看《种地吧追更日历》，每天精彩片段想不停。